7月21日，因铁路地下化，承载着许多悲欢离合的板桥旧站走入了历史。当时没有高铁和捷运的年代，板桥站扮演着交通的枢纽。以前你家过年的时候，那个月台几乎整个满满都是人，而且甚至有时候在楼上的还下不到楼上。每到上下班的时候，月台人都很多。上去的时候还要用门推。不方便啊，有靠不到，啊，有人机出靠了要出去吼，我较清楚。那时候外面下大雨，我们的板桥站的票都会下小雨。同一天，新板车站正式启用，旅客也在此展开新的故事。最后一班车我记得是半夜的0:30开出以后，我们要在隔天的4点钟以前要全部救回，包括啊我们的售票设备的大部分也都要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完成哈、备电，所以这个工作哈、这样想起来哈、其实蛮辛苦，但是蛮有意义。地下化的板桥新站是一个地面25层、地下5层的商办大楼，目前是全台湾楼层第二高的车站建筑。进到室内，有挑高的大厅、节能的采光天井和别具特色的装置艺术，视觉效果得到截然不同的感受。旅客来到板桥车站，不妨放慢脚步，细细欣赏。启用后的这20年，经历了高铁和捷运板南线的通车，板桥新站渐渐成了新北市重要的交通枢纽。运输方面都可以连贯起来，很方便。旅客呢，不管是要转乘、转公车、转捷运，都是很方便的。20年以前，我们在盖这个新站的时候，就已经都有把位置规划，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很有感觉，就是你到板桥站来做转乘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路还蛮好找。就在板桥车站，每天进出的旅客大概有6-7万，现在每天大概4万人次。但是不同的是，这个车站因为是商办大楼跟我们的商场，所以进出的旅客跟一般的游客大概有17万，平均一天有17万。车站站内也仿佛是个艺术展演中心，各式快闪活动、公益团体及文教机构的展演总是引发热烈的回响。每年年底的盛事欢乐耶诞城，板桥车站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枢纽角色，让所有参与活动的旅客能安全抵达目的地。板桥车站每年最大的活动应该就是耶诞城，然后每到有演唱会那2周的话，人潮会很多，人会多到连地面都看不到。第一次来板桥，板桥车站可以通高铁、台铁、客运，然后附近计程车也可以直接搭，很方便。板桥车站的生活机能不错，交通也很便利。高铁、火车和捷运要去哪里都蛮方便的。旧站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商家，然后现在来发现楼下吃的跟楼上逛的都还蛮多的。我刚刚搭车从板桥车站出来，发现出票口有一些文物的展示，还有一些铁路平交道的造景，我们拍照觉得很有趣。捷运啊、铁路啊、高铁啊，都在一起，非常非常的方便。这个板桥车站哦，开头真好，风光，那光线又真
感叹。到现在这二十年来哦，我们的服务品质啊一直在提升，一直在提升，让旅客能更满意。就是最重要，就是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身障者，但是我觉得这些身障的设施做得真的很好，对我们这些真的很有帮助。在板桥车站待了40年，完全都没有想要离开板桥的念头。在板桥在铁路40年，我对板桥是最深最深的感情，都是由同仁给我的。在我退休之前啊，还有机会见到板桥的再一次的鼎盛。以板桥车站为中心，把这个地区发展成所谓的新北市最繁华、最热闹的新板桥区。108年年底，环状线完工通车，届时四铁共构的板桥车站将成为三环三线的核心区，串联起北北基桃共同生活圈，也是新北市转型的重要车站。我们期许未来能继续创造安全舒适的运营空间，延续着过去20年来板桥车站载运旅客的重要责任，把整个板桥站的地区让它发挥好轨道经济的效果，民众会更方便，那么台铁局呢也可长可久。